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マコト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 Rich Green 元气健康嗨，大家好，我是科比蔡教士蔡善。没事的话，不要乱看抖音呐、啊。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它是用平底锅改成那个方向盘，就是那种平底的，就是一个这样哇。所以我们来挑战一下嘛，看可不可以成功。就看他看人家闽烫的话，哈、啊，闽烫，可是闽烫我给他准的啪去，所以我们找要不要坚固一点的，就拿身后这一台，我的生平的第一台车 SER，SER，这台还在，就这个我们里面自己开的车啊，啊，刚好这个他已经改快拆了，然后比较好改，快拆是防什么呢 ？F1 的，因为它拔下来人才可以从座舱里面爬出来。你确定是这样吗？真的啦 ，F1 都是要拔的啦。那、啊、这个是拔下来是可以防盗啊，我拔下来你车子发动你也开不了啊，你没有东西可以转。我之前有装过，我也没拔下来过，反正装了就很帅。我拔回家，万一回到家下来是忘记带，走到自己，那不是下车就要拿下来的东西吗？哎、欸，这个不行了、啊，我们改的东西就可以了。我们到时候你看一下，蛮适合我们拿下来的。哦，是哦。对，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好了，啊，快拆就很简单了、啊，这个往上一提就下来了。好，好嘞。它是靠这个珠子来往回弹，珠子就松掉了，没有？对啊，啊，出来，对，珠弹出来就卡住了。哦，它是这么简单，露珠啊。哟，接着卡掉一个，又出来了。哦，对啊，哇，这样，哇，这样卡住了。好了，所以就这个就不用了，可是要这个做了。要这个做？对啊。这怎么装？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克服的点。来，哇、哦，噔噔噔噔！哇塞，这是，你看见不？一啊，这个叫做武器榜首，板凳，自己无形，放在那边隐藏杀机。我们等一下把它改怎样？哎，两个刚好把手，你看，看起来好像不错哎。这个有个好处，我之前我去露营，有没有？他说自己带椅子，这个就不用了，下车就这样拿着。可以这样提着，对吧？还不错吧？这真的可以吗？那气狂哎，好不好？哦，我们就先拆喽。事不宜迟了，先来去弄。好，走。现在来到工厂。工厂。我们来工厂加工。哦，你要先把那一块拆起来。对啊。它这个是六角。对啊。哇哦，来哦。五啊。搜寻完啦。丢啊！要用刀片吗？免啦呢。哦，你就起啊！哇，这个是插的安尼呢。哇！啊，喇叭是连在这里。对啊。就先拔起来。哇，这哇，再拆三只就起来。它这边不用锁。已经锁了，刚刚是靠这个。上面是锁这里，对，这三个。对，正常安全是一转过，这样就开就好了。好了，就为了这一颗头。对啊，这里有一点是朝上的。这个，帮你对中心点。对啊。或者点点呢、啊？我只看一下，这好。一二三四五，这蛮细的。对啊，这颗等一下就是锁在这里了。要锁这个是上面嘛，所以我们要锁这样的。可是你这个里面有线怎么办？如果你要安装的话，就是这里钻一个洞，把这个锁在中间就好了。那哎、欸、不对啊，这是底啊，你应该两边都要。可是这个线的话，这个要加长 ，BB 要放在这里，它拉长的时候还是要在这里，不能断。好了，那我们先不要了啦，先把这个穿过去。你现在是要先从里面锁出去吗？对啊。过来了，是要这样转，山不转路转，路转我自己转啊，因为我在手在里面不好转啊，啊，太长，刚才就有两种嘛，一种是短的，一种是长的，这个洞里面它不能用长，所以这个洞应该要用短，对，刚露出那么长，现在只能用这么短。
哦，两只，你看已经锁了两个了嘛，只剩这两个。可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好用，就要把这个稍微磨掉。哇，卡在边边。对啊。可以了吧？有个没有办法，就先不要锁了。反正你那块面板你不装嘛。对啊。哦。你看都紧了。啊。你看这颗也紧了。耶。好了。好了。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ッド。Frodo 百年翁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誠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Richview 元气健康。哎、欸，你要去哪？开车。开车。嗯，开车提伊啊。耶、欸。这块伊啊，隐藏杀机。好了，来，我要真正要来去开车。哈哈哈！可以啊，来上车，可以这样抓。嗯。可以这样抓。嗯。还可以立着开。这个可能用那个魔鬼粘这样粘住，比较不会打开啊。呜、哦。好转吧，一开始还不太会转，没有那种开霹雳车的感觉，有点火计火计啊，这个纯属好笑而已啦，不是教大家这样乱改啊。以后你有车具，你就下车，然后把方向盘拆下来，就坐在车子旁边啊。对呢，哦，对。哇塞，还蛮顺的呢。好，我们就有警告标语哦，叔叔是有练过的才可以这样哦。可是我看不到时速表，渐入佳境了。渐入佳境。哦，一塞一塞一塞啊啦，是不是不错？平常就这样小小圈，对啊，还是你喜欢开那种拖拉机的一款哇？好。啊，有的人喜欢单手嘛，就可以跪在上面。单手啊。好了，我会等你买咖啡了。停到车位，车位。好，停到车位哈。好了，到了，骑我。钥匙要拔起来。我们等一下挑战门吊锁，他有办法这样转？能吹嘎吗？酷吧？没有，你先用啊。哎、欸，排队我都不用怕，排排队较远，我免惊惊卡生啦侪。有没有？带我的方向盘。人生有了方向就算了，我连等待的时间我都不用怕，自己有期待值，你看一直回去吧。我们再弄个那种伸缩的线，这样吗？又给了弹性，啊绑给了是吧？啊，等它到底哔哔哔哔哔，可以吗？可以啦，没有困难。好，不管在巷子里面，我还是可以掌握。不管哪个角度，我都可以。那快车什么车都可以装吗？应该是没什么车都可以装，只是说你要买到你的车的车种才可以装。可是现在还有人在用快车吗？以前我们是很多啦，那时候什么 K6 K8 那时候都有在装这个。啊，什么粗度刚好，啊，房子无聊，真的可以开啦，不要怀疑啊，酷吧？不要太羡慕哥有的你不一定有。好，所以影片没有造假，人家也是可以开，我们也可以开，我们还实用性比较强嘞。在那聚会或者是去人家烤肉，不用担心没有椅子可以坐，我们自己带。可是有个担心的点哦，万一你上个厕所被拿走了，靠压就回不去了。刚刚有想过，如果把它简单哈，爽个凹出来，搁在家，啊，你那把就改这里嘛，哔哔哔，或者是说把它改在这里，这样子啊。啊，不然这样拉太长啊，然后拉两下被我拉断了。那你要不要现在就做？好，走啊，哦，来去干。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ッド。Frodo， 百年翁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誠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Richview， 元气健康。可是要把这个我就很板断了，还是我们直接挖一个洞就好了。板断我板断要红环。哦，它是有线吗？对啊，线在里面。对啊，所以我们直接挖一个洞，把它拿出来就好了。
好了，料过大了吧？线要出来。哦，肉，啊，出来几条？不是有两条？对啊。可是它电线很短呢，好短哦。对啊，如果你要的话，我要加长。所以线还是不够长。对啊，线一定要接啊。啊，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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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还没，还没，再大一点点。哎，过了，过了。好，在这边按了。啊，你要插在这里？对啊，可是没有那个，没有公的，都有母的而已，没有母的就算了。电火布，这个阿明讲九八点啊，他九八点在比，他如果一路九八点，对啊，好了，你要的喇叭我改好了，不错吧？我跟你讲，我现在下车了没有？我带这个就好了，我连钥匙直接放在车上。来，泰山，麻烦你把它抬走。我开不走了。哈，方向盘我带走了。影片拍到现在已经大概一两年了吧，超过了吧。第一次这么爽的，结尾是用做的。自己的方向盘拿来做，没人这样做过吧？反正今天挑战是成功，喇叭我们也改上去了。哔哔哔，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我会弄一些新加坡低步告啊，没关系。别卖了。